外约会才预约制，想吵架也要看行程表。如果在日本的话，一周最多一次见面，太少了啦，没有人要跟你在一起啦。那有什么问题预约你就说啊，两个礼拜后2月19号晚上9点我们一起来吵这件事情。对，好烦，这很太烦了啦。杜丽，你也可以跟他约2月29号啊，一年吵一次。千万不要忘记哦，今天晚上8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